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沈若后，从来没有发现过，原来她的睫毛这么长，真该死，皮肤还比我好。金大人，昨天的事我最清楚，让我来讲。这个家伙啊，就挺身而出的帮我，还帮我挡了。你看，邓若翰这个大笨蛋，不要打了！啊，你不要打，你不要打！我只是想要知道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子的感觉。人有失手，哪有失蹄啊？沈若会被打成猪头，也是合理的啦。当我走进 Zero Up 的时候，伊胜雪已经被沈若赫欺负得很惨。在我心目中，爸是第一，你就是第二。可厉害的喽，可以消毒杀菌，强筋健骨。你有钱都买不到，快快快，你们赶快去泡，快点快点快点！哦，快点啦！哎，快快，哎呦呦呦，痛吧痛吧，快点，一定要去，快点快点！还要疗效的，去。我不需要，以后会谢谢我的。哎，记得要分开泡啊。舒服舒服舒服，啊，太棒了！我们的一家独门活血汤，哦，真是舒服啊！哦，真的是便宜沈若翰那家伙了，让他享受这么好的东西。唉，这一家人真是莫名其妙，一下子挨棍，一下又泡温泉。嗯，不过这活血汤啊，泡起来还挺舒服的。沈若翰那个笨蛋，该不会是昏倒了吧？不行，沈若翰，沈若翰，沈若翰，你要醒着吗？哦，小猴子可不可以安心一点啊？吵死！家伙受伤了，万一昏倒溺毙了怎么办啊？不行，我还是过去看一下好了。沈若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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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沈若鹤。医生，没想到你是这种偷袭别人的色狼。谁要偷袭你啊？我是怕你昏倒来救你耶。我昏倒，我是被你吓到的。算了，不碰。哦。好心没好报。糟糕，好像泡太久了。就跟你说泡太久了吧，你还不相信？是吧？啊，我的头好痛哦，快被痛死了啦！我该不会是被看光光了吧？除了脸以外，其他都露光光了。啊！好，就很丢脸吗？非常丢脸，小姐。要不要我找人抽瞎他的双眼？不用，我要亲自用我的双手把他的眼睛戳瞎。怎么那么倒霉啊？根本是强迫中奖了。